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是开服的第二天，我把日常任务做一做，升到了37级，终于可以抽人物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们把这个伙伴招募用一下。现在是37级，终于可以抽了。打开伙伴，点击寻访，这里直接抽，对吧？十字十字的来。斗罗大陆绝世唐门，我们先抽，然后到时候这个七折礼包买给大家看，加了30，战力也不错。朱竹清来了一个史诗的，不用分享了。风啸天优秀，素云涛，秦明，今天加了3000战力啊！这3000战力待会儿说一下是怎么来的。这是3000战力，是我把那个符文第二个孔位解锁了安上的，加了3000，别的东西我没有搞，也没有钱搞，没有充值呢。又有一个秦明，这个还给了一些别的。这个秦明抽的话就给了80个碎片，挺好的。再加24战力。为什么抽就可以加24？是解锁成就吗？邪月白沉香来了一个，不知道这里面最厉害这是谁？你看这角色全都是斗罗大陆一的，和这个绝世唐门有什么关系啊？玉小刚来了一个稀有的，蓝色的不如这个紫色的，但紫色的我看一下，最菜的应该是绿色的，其次是蓝色的，然后是紫色的，有没有比紫色还牛掰的？柳二龙来了一个。这个是什么？金色的仙草长春菊，赠送伙伴后可增加1000点好感度，那挺厉害的。再来抽，给了一个玉小刚，不行啊，大哥，来个紫色的至少。优秀，这燕小五，不要小五，给我绿色的好不啦？秦明，我都不认识这家伙，这家伙有可能是斗罗大陆二的。又加了一点战力啊，给了一个独孤雁。白沉香，白沉香竟然还比独孤雁要厉害，我已经招募了100次了，什么都没抽出来，这游戏真的是这点很恶心啊！我感觉牛掰的一个都没抽到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肯定有比紫色要厉害的，连个碎片都没有，最高的就是紫色的碎片，你知道吧？我觉得好菜啊，现在就没有了。这里点击可以7折购买这个礼包，伙伴招募礼包35块，周线购一个，魂灵洗髓。是38块3个，这里19块3个培养，我算一下，总共是131块钱。待会儿充个128，来来，我们先把每日限购先买了。在福利里面，首先有升级奖励，领取一下在线奖励。今天做任务挂了好长时间的，成长计划领取35级可以领取月卡，领取2个都是绑钻，每日礼包啊，这个要买6块。领取12块，这个最好的碎片应该是金色的碎片啊，但金色的碎片好像只有活动才给，这个抽奖都抽不到，这个抽奖的意义何在？就激活一些垃圾玩意儿是吧？我觉得这个抽奖如果抽到这个金色的就没有惊喜可言，没有惊喜可言，那抽的就没有感觉。你说最高就给我紫色的，我有什么动力去花很多的钱去抽？好了，领取，然后特惠礼包领取了。别的累充啊，没有多少，现在有24块钱了。我们再来充个什么？充个198，再充个30吧。哦，不是，充个98，再充个30，说错了。好，咱们把七日这个领取一下，就可以领取第一个礼包了，应该是。哎，这里还有半价招募令。半价肯定是要买，对吧？该礼包已经领过，不能重复领。哎，这底下这个100的，为什么说我已经领过了？领过了啊，已领取。这个是有延迟的，头衔领取一下。这里还有个藏宝探秘5次，还差一点点。现实礼包还有个6块，那买了，超值700%，我的天，这个不买更待何时？好，又给了3个招募令。他们命令升到92了，奖励领取一下。现实的战队赛一会儿可以去打一下，这是打架的活动。学院日常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下，我刚才就是靠这个日常升到了37级。然后呢，这里是有这个魂环，我们有910年的魂环，装填一下。这些魂环都是打那个魂兽给的，都要装填呀，全都吸收。好，全部吸收完毕，然后我们来装填一下。把这些高年份的群伤减速，又是群伤减速吗？
这个是群伤增伤，还有一个是直线残血。好了，但这些还是比较菜，这些是千年以下的回环，它都是这个橙颜色的，要一千年以上的我估计颜色会变，会更好看。这里进阶两次武魂，我们这里经验副本简单说一下，现在已经玩得很明白了，就是这个 B 座里面这个魂兽秘境、斗罗荣光、史莱克尖沙团这几个次数做完，这个经验就刷完了。它这里面这个不叫经验，叫做魂力，魂力越高等级就越高，这个是符合原著描述的。商店里的炫哥我们去买一下，这里是伙伴招募，买一个魂灵洗髓三个啊，背包空间不足，先清一下背包吧。背包里的东西真的很难清，这些东西感觉都不能立刻打开使用呀。我们先把能强化能提高的先用了呀，把这个先培养一下体能。好，35000的战力了。魂灵我再看一下，还能再培养一下。洗髓给这个洗一下，这还有自动替换的，对，平民上涨自动替换，你就一直洗就 OK 了。哇，36000，这个加的不少啊。37000，38000，这里面加一些战力真的就很牛很牛的。好了，39000了。然后这个还有变异，这个洗满了应该就可以变异了。然后这个技能看一下，技能装填一个，对吧？下面这个没有，就只有这一个第一个角色。这个技能是怎么样获得的？不是很清楚，慢慢开启吧。装备看一下，装备先全部精炼，再加38000。明威精炼已经升完了，就是把第二个孔位解锁了，加了3000。这个衣服看能不能打造，衣服也空间不足，这个我开一点格子吧。这个很烦人呀，只能开格子了。然后把这个宝箱开一下，伙伴招募礼包五个令，感谢信领取一下。然后把装备分解，这里魂灵培养还没有买完，买一下。还有一个洗髓，还有两个魂灵培养，可以了。这些限购就没有了，把这些开一下。刚才洗髓加不少的，这个还能再继续洗。来，我们先给魂灵继续洗髓。哎，这个训练可以升阶了呀，这个升满了。然后终极圣灵丹，完了，终极圣灵丹10个，初级圣灵丹我们合成一下，这里可以合17个终极圣灵丹。那现在就可以突破一次咯，突破一次。好了，加入560终极训练券，这个初级训练券就得要合成终极的了，合成25个，这个5个才能合一个，好难啊。然后培养一下，大概又加了100，洗髓自动替换，已经40000战力了。好了，外观有个魅力大人升级一下，加60，再加72，再加86，再加94，再加108、120、130、140、150、160，420了。我靠，又加180，魅力值不足。他这个，我的天，还可以启用，对玩家减伤和对怪物减伤啊，这可以相互切换。我的天，就是买时装就解锁这玩意儿的。伙伴，我们继续抽，寻访14，给白衬箱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蚕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再次寻访。好了，就只剩3个了。这次又给白衬箱，我不要白衬箱呀！现实礼包12块钱买了啊，这个800%的，不买感觉巨亏，买了也亏，不买也亏，游戏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给了6个招募令，那就还差一个招募令呗。伙伴的话，能不能买一下宝钻商店，买一个招募令啊？其实这里所有的宝钻都可以用来买这个招募令，但是这个招募令今天已经抽了很多了。还能再买30个，我先买这个藏宝图吧，先花24块买了。怎么背包空间又不足，好烦啊，这儿那么多。这样吧，藏宝图我买2个，这个是可以的，剩下的招募令
330个花6000的绑钻，可以了，又可以抽40抽。伙伴寻访，给了一个秦明。啊，这些碎片太烦人了，太少了。这里他老是提示这个七折，其实我已经买完了，他还在这儿提示购买七折礼包，这其实也是一个 bug。又加30战力，有新人物吗？哇，古柔，人呢？哦，有点卡。终于来了个史诗的古柔，直接给了个紫的，之前给的都是紫色碎片，然后又加什么？又给一个赵无极，蓝色的，最后14，给点好东西吧。清明，没了呀，没了没了。来，图鉴，奖励先领取，领攻系的，领取五位，控制系，领取辅助系两位，领取防御系，领取两位的，好了。之后助战，啊，助战先等等，先给伙伴进阶一下，对不对？关系能突破的，你看小五可以突破好多啊，100/100的加，我加了170最多的时候，我看加好多啊。这个唐三进阶不了，可惜。给朱朱清进阶一次，赵无极进阶一下。玉小刚有96个碎片，多加点啊。伙伴升级升十级才行，这个真的跟网易的一模一样。来，给他升个十级，赠送，然后关系可以突破了。你和他关系不好，你还突破不了。然后要20级才可以再突破，再赠送。来，20级，再突破。然后柳二龙，柳二龙这头像感觉有点男性，就看右边这个头像，我以为他是个男的呢。哇，秦明有157个，对，这个抽了不少，这个关系。也好好突破一下，给他搞到30级突破，加24，加好少啊，哎，再加48战力，哎，垃圾垃圾。这里我们最好的还是之前这三个，平均剩下吧。唐三先给他突破到50级，走你。然后千仞雪能突破到多少，快速选择，啊，70级算了，平均一点啊，60级突破一下，加170。小五姐突破一下，加147，好，只能升到56。哇，这唐三加了210，这唐三还是更给力一些。哇，这里还有白沉香，白沉香完了，能升到5级吗？能升到5级，但是他要10级才可以。哎呀，没有注意啊，这个不够了，下面还有，我的天，下面还有，突破一下，就这个白沉香差了一点，还有几个。绿色的加18，哎，其实差了一点，这个也可以再突破，但它等级不够，没关系啊，也就少了个100战力吧，加起来。羁绊，羁绊有好多的，解锁。这羁绊加的也是真的少，哇，这个能突破好多次，我的天，这个到31级了，可以突破那么多次，爽了。黄金一代。不知不觉这个战力已经来到45000了呀，助战的话这里有一个新的位置，今天对他有一个新的了解啊，就是这里他是按他属性百分比的，就是这个 30% 是加成最高的，所以你要放你最牛掰的一个角色，放一个金色的过来，剩下就挨着放。然后这里上阵上一个，上一个他试一下，加1100啊，这里最好的就是这个蓝色的30级的，还有个小刚是20级的，肯定没有30级的厉害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是有缘分属性的，是可以有这个搭配。这里刚才上阵的玉小刚刚好和唐三同时上阵，他额外提高12%的生命。现在唐三和小五都是有这个羁绊的，唐三和小五上阵提高法防，小五和唐三提高这个12的物攻，这三个刚好是互相有羁绊的，这三个上阵来其实挺好的。但是呢，就是这里还有一个红点，我没有研究明白这个红点是为什么，就是这个助战里面有一个红点不清楚。寻访还有12个，又给了12个，再抽一下十年绿色的，又是玉小刚，再寻访两次啊，单次抽加了18战力，给了一个梦依然，单抽获得单抽出奇迹啊，我的天。好了好了，这下子总该抽完了吧。伙伴再升级，给老师再突破一下，又加100，哇，加18，
好，突破都完了，羁绊再来，羁绊也没有了。42级解锁下一个阵位，就是这个孔位得要等着提升上来才行，慢慢来吧。这个助战就不管了，不清楚那个红点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现在还有这个现实礼包啊，30元又给15个招募令，还给这个魂钻，还有这个紫罗兰增加好感的，买它买它。好，买完了，给了15个招募令，不会一会儿又有吧？现在我忍不住去打这个战队赛了，先让我提升一下这个等级。学院的做完应该能升到38吧？这邮件有好多东西，哇，这东西都在邮件里，我的天！来领取领取，还有升级补偿，管你的，升级补偿也领取了，删除已读，好，没有了，又可以提升了呀！随机铭文装备精炼一下，加13，我的天，那么惨的，这里可以给他升级了，啊，更换。这个2级的更换合成一下，好，没有红点了，铭文就都结束了。伙伴又有37个，再抽加18，又来新人物了吗？素云涛，绿色的，史诗唐三，哇，这也能抽到唐三，不错。哇，迈尔斯一次抽到3个，牛掰了，这次招募了200次了。这次给了一个素云涛、梦依然。白沉香又是3个，大哥你不要打断我啊，我这个好运刚来，再让我抽一下，再来10次，哎，又来一个，结识了20个伙伴了，又来新的伙伴了，胡列娜、弗兰德、风少天，我靠，这次再来还能再来吗？不够了，绑钻香尘，再买3个，再抽，哎呀呀，这里又被他打断了，装备铭刻38级了。这里最后抽的是14，被他游戏打断了。这个游戏这一点设计的真的很坑，已经不止一次吐槽了。装备的铭刻，哇，铭刻共鸣，等一下，有903个次等成因，哇塞，我终于知道他们这个战力为什么能那么高了。来铭刻一下，等一下，使用圣海成因不掉这个等级，圣海成因要绑在商店买对吧？圣海成因周限购5个，买了，这个有点难啊，这个先升一下。新升到2星，装备共鸣要共鸣1级，深海成因使用道具失败不掉等级，不掉这个等级等等，现在成功几率是97，无所谓，我材料多，95成功率100，95 90，这还失败了，这个先升80以下再说，2阶1星，好，先升到2阶1星。好，光光光全都升到了，现在直接48000的战力了，这里还是85的概率，还能再搞一个80 90，先升到2阶5星，我靠，这失败好多次啊，铭刻大师达成，还有379个，可以升到3阶吗？我这失败好多次啊，3阶1星，感觉到不了了。这材料用完了，没有达到全部的3阶1星，有的还达到3阶2星，我点的太快了。啊，等一下，上面还有1阶2星的。哎呀，这装备共鸣，没有达到，这个是要全体3阶才会有这个属性加成啊。哎，等一下，1阶3星，全体铭刻到1阶3星达成，我的天，完了完了，次等成因能不能买点？次等成因，我们买点吧，我们买个200个。这我没有注意看，这个升到3就有了。这3，好，加180，然后共鸣2级，先升到2阶，这个能升到2吗？好像可以的。好，加189，2阶，装备共鸣是要2阶3星。好，最后一件，好，加218，50000战力了，舒服。再下面一阶是2阶6星，哎呀，我之前没有看，如果之前对着这个来，我这个材料肯定是够的。又加200。这刚掉了吗？刚应该是掉了呀，差了一点点材料，四等成因，再买40个，升到呀，这个别失败好吧，
四星、五星，还差五个。这个直接全部兑换它吧。兑换了好多，二阶六星，铭刻失败。好，又加231。下面一级是二阶九星，二阶九星有点难度。我发现这个好像就是嗷嗷的升级，你这个要点快一点。哎呀，点快了也会失败，就差了一点点。嗯，怎么又有限时礼包了？我的天，又是6块钱。来吧来吧，不买白不买，买了还送素材。说好只玩一天的，我今天上来只抽抽卡，为什么？好吧，今天也不在上头，其实没有充多少钱。充完了，我估计一会儿还有。哇，又来一个限时礼包。12的买了，完成，给了90个材料，我估计一会儿还有个30的，你信不信？我醉了，那又可以继续铭刻了呀。二阶九星我来了，到了最后一件，好，可以了，又加240。以外再下面一级，哎，铭刻到达200级，总铭刻，然后是三阶三星，这个到不了了。好，没有材料了，差了一点。学院包裹开了，七日这里领取一个学院日常，完成30次，然后头衔提升。其实我们可以去探宝，这个探宝还是不做了，我先录制一下别的游戏。欢迎回来，赶快打下这个战队赛，战队赛快速组队吧。我们一个50000的，在他们10000的人当中看起来是什么样的存在？这个战队赛是周二、周四、周六，今天刚好是周六，到9点半就结束了，所以我们要赶快再打一下。如果不打的话，就没有机会了。我叫这个队伍的队长开，但是他好像在发呆。哎呀，好烦啊！什么垃圾玩意儿？战队赛也可以单人匹配的，我们匹配走起。然后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排行榜，我这个战力还没有提到最高，但是这个排行榜不容乐观，最高的战力已经61000了。我今天没怎么充钱，所以只排名第4，还是有厉害的人。这清澈的 Dina， 他昨天就比我高了300战力。昨天等到晚上的时候，他战力超过了我。武魂突破一下，我这个又给了4个招募令。唐三，再给你突破一下，加180。古荣也突破，哎，这家伙白真香，给他赠送到20吧。感觉他这个碎片好多，可以好好突破一下。哎，这个弗兰德也可以搞一下，升到10级。哎，这家伙搞到10，突破一下啊！但是这个啊，只加18，有点少。哎，准备5v5，走你！激动人心的5v5战斗准备开始了。这里这些技能我完全不熟，但是不管，先直线拉个直线过去，直接伤害，群伤，走你，群伤再走你，先杀一个人。我靠，我这输出还可以的，抓取，这还能抓人，哇，直接胜利了。那么爽，老王图杀了几个？老王图杀了伤害81%，对吧？我是最佳，但是杀了几个人没有看出来，抱歉，我太强了。战队赛完成了，我再匹配2场吧，感觉不尽兴。这是次数不限的，对位奖励还可以给这些材料，继续匹配。五位宝箱领取了，这个东西如果要玩的话，真的是需要每天都充钱提战的。顶峰依然的突破一下。素云涛加一点，加到10，然后再突破，他要4个，刚好升了4才能加这个战力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比如说现在这个梦依然他可以突破，对吧？我把他关系赠送一下，他突破一下，其实不加战力，他得要突破然后再拉个4格，再升4级，他把这个圈填满成这个绿色的才能再加这个战力，所以他不用突破，因为这个材料不够。这个唐三给你们再升一升，这个30级的也太菜了，升了32，羁绊好多啊！这羁绊又加了好多战力，这些绿色的其实挺给力的，加了很多战力的。回灵洗髓，随便再洗一下了。成就领取，
哎，成就，哇，好多，加了120。背包的称号可以设置，加一个后缀，蓝色的，这后缀好一般啊。装备我们试着打造一下，衣服、鞋子，还有戒指。衣服，来个蓝的吧，不行，绿的不行。衣服，最后一件，给了个紫的，不错，紫的要比，那个什么要好，加了800。我靠，这个装备还是挺给力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图纸在哪儿去搞一搞。要是再把这两个绿的换了，甚至再把这三个、这四个蓝的再换成这个紫的，估计还得要加个4000战力。然后现在还有160块钱，来斗魂场又匹配到了，走你。我们这边少一个人啊，有个人没有准备，那就是4v5。好，来了来了，直线输出，然后群伤，走一个，转着，再来个群伤。哦，这个小锤子不太好，抓取一个谁？哇，这三个控的，哇，他一个爪子好像能控三个人，再来个群伤，转死。好，五击杀，大杀特杀，有白。我输出62%，全场最佳。这游戏的 PVP 还是有操作的，我还是挺喜欢的。别的我想再升一个头衔。哎，主线先做完吧，这斗魂场我们先单排着，顺便做一下主线。我刚刚看到这最强新生，他只差一个斗魂场，还差3次，现在已经打了7次了，把它打完就可以完成这个认证。这朱竹清嘛，我的天，这角色傻不拉几的看起来。然后我们要送宁荣荣小姐姐回酒店，你看她的这个七彩琉璃宝塔还是很漂亮的，虽然她这个人物挺丑的。啊？哦，进入剧情模式就把我这个战队给劝退了，刚排位的时候自动中断了。好的，最后一场斗魂场5v5战斗，真是最后一场了。找人找人，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。先一个直线，然后抓取，这抓取很牛的，群控的，来群伤，然后就过去转一下，转个圈，好，结束了。3连击，是太快了。我打输了74%的伤害，队伍所有的伤害是100%，我打输了其中74%，有白。好，现在没有时间了，这个战队赛只有1分钟了，估计也排不上了。待会儿我们打打单人的看一看。哦，单人的他也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也是9点半就结束了，完了。这个我没有搞定呀，那这个最强新生的这个雷丁学院和神风学院我就没有办法解锁，差了一点点。玄天宝路给了我邮件，听老师说起我，给了我10个密银。心佛则佛，心魔则魔，言由心生，行随意动。我的天，一起努力，就好好充钱吧，干就完了。研习宝路怎么来了个支线任务？经过一段时间的研习，我的天。就是信号不太好，就是研习完了，开启了新功能唐门绝学。唐门绝学还开了个新的，以积蓄修为8000，积蓄一下。哇，勤修唐门秘籍，玄天宝录，助力魂师登顶，直接灌注，参悟完成，花了1200的修为，对吧？他可以选择眩晕强化还是水攻还是流血抗性。眩晕强化，我刚刚是打控制的，生命属性提升了，再去参悟，再关注1500。沉默强化，减速抗性，来个减速抗性吧，加34，它是会加一些基础属性。我现在还有6200的这个修为，再花1800。风抗火抗火，这个随便吧，来个鬼影迷踪，加118，这个加的挺多的，再花2100。参悟一个什么击退强化，来个控鹤擎龙吧，这个毕竟是金色的，加48。最后呢2400，每10分钟增加30修为，那10分钟之后再来，我们还可以再关注一下。我们去完成一下藏宝探秘。好的，4个宝箱就开完了。 OK， 我的头衔可以晋升了，领取突破，然后再领取，哇，又可以再突破，成为这个魂尊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是魂尊4星，我的天，还有，呀，斗魂赏10次，差了一点，不然这魂尊5星了就可以突破了，我的天，差一点点啊！今天就是这个斗魂场次数没有打够，可惜差点就能晋升魂宗了，应该是，铭文还能替换一下，最终战力呢是53600，这里我还有一点点，我看一下这个完成93级。小队赛达到这些，哎呀，
我白天应该辛勤努力，好好把这个小队赛打一打，然后战队赛打一打，这些就能节省很多很多的钱。这里我还想购买一下等级，需要270块钱，我现在是有160块钱，我干脆把这个买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先充一个98，这是最后的氪金啦。再充个6块，可以啦，270块钱。来，我们把等级买完。哦，他只给这几个箱子啊？我还以为又给一个那什么呢？就我当时看错了，给几个箱子，其实哎呀，也买了吧，无所谓，浪费一点，直接120级一键领取，给了很多千人血的宝箱，这个唐门命令就全部解锁了，两个唐门宝箱，千人血宝箱8个，不要空间不足，我们少开点吧，哎，开不了，3个也开不了，一个千人血宝箱，哎，可以开。我们就一个一个的开，你看这一个一个开是可以的，但是我同时开8个甚至开5个就不行，千血的信物都开出来了，这个游戏设计的好多硬伤啊。伙伴来千血关系突破一次加230，很多了，再加230，这个很牛的，可惜的千血是最后差7个碎片它就能进阶到下一阶了，这点很可惜。魂灵起随自动替换一下，加了14，装备铭刻随便铭刻一下，好了，最后再看一下排行榜吧。哎，妄图来到了第二，低迷的蒂娜不知道抽到什么好东西啊，他有可能是上来直接冲了1万，甚至12000拿到了更高的奖励，所以他战力能比我多很多。这个人挺厉害的，总共的累充是5300，哎，其实今天真的没有充多少，就充了300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了，我们之后下周估计还会玩1到2个新的游戏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啦。